王律师，要去哪儿啊？我一听你这鞋声，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进来坐坐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天晚上在南口港，你不辞而别，就是因为我对你的那段表白吧，把你给吓着了。因为你心里另有所爱，所以你拒绝了我的表白。你觉得你亏欠了我，你就不能像普通朋友那样再跟我交往，对不对？林三美，你凭什么那么解剖我？我说的对不对吧？我说对了，对不起。俗气，我怎么又俗气了？第一，我的表白是冲着你的，但实际上跟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我喜欢你，我就要告诉你，我要让你知道我喜欢你，这是我的自我完成的一个过程。第二，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不喜欢我，这不意味着你亏欠我什么。第三，就是到现在表白完之后，我依然喜欢你，你也可以依然不接受我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换。你不要觉得你不接受我，你就要躲着我。林三明，你知不知道，跟你在一起经常让人有一种没有遮掩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很不舒服。那是因为你虚伪。人跟人之间还是要隔一层距离的吧，哪怕是一层面纱。好。一层面纱，所以你到了我家门口，你门都不敲一下。你这人说话也太噎人了吧你！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跟你在一起还挺让人放心的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能够相信的人只有你了。2000万调查的怎么样？你这家伙感觉也太好了吧！料事如神，对吧？我找到2000万的源头了。是英姿集团的财务总监孟源把这2000万汇进飞龙的。而且我还有个更大的发现，就是英姿集团的出纳的死也是因为这2000万。你是说他是被灭口的？应该是。你别应该是，你这个做律师，那怎么你现在还是缺少人证物证了？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我已经有人证的线索了。那咱们接下来是要开展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了。也没那么危险吧，你别神经兮兮的。说，让我做什么？喂。喂，是山阿花吗？我是山阿花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月亮湾拆迁办的，现在拆迁安置工作正式开始了。你们家那旧房啊，马上要结算拆迁费了，我希望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哎，那都带什么呀？身份证、房产证、图章啊，你反正能带的你都带上吧。哎，那你们办公室在哪儿啊？你就到那个月亮湾居委会隔壁。哎，那马上过去啊。快点啊。喂，哎，我跟他说好了，他应该马上出门。好，谢谢啊，保持联系。玲玲，凯叔呢？阿姨呢？有点要紧事得出去一趟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呀，就好好在屋里看书，不要乱跑啊。我回来给你做饭吃啊。
为什么一直看着这个鱼缸啊？他们换成钢化玻璃了。怎么？原来的鱼缸不是钢化玻璃的吗？当初买鱼缸的时候，我就跟小云商量过，买浮法玻璃的鱼缸，还是买钢化玻璃的鱼缸。商店的店员告诉我，浮法玻璃的便宜，透明度也好，钢化玻璃的贵，但是安全。安全？你是说不容易破碎是吗？钢化玻璃碎了以后会变成蜂窝状颗粒，就算打碎了都不会伤人。要是一开始就买钢化玻璃的鱼缸就好了，就杀不了人了。夏阿姨，来，过来。坐下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慢慢的告诉我。2008年4月21日，那天小圆一直没有回来。我吃完晚饭后，小圆妈妈很早就让我吃了药上床了。后来有人按门铃，再后来，我在楼上听到他们吵了起来，声音很大。我有点害怕，就出来看。我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，而你呢？你根本就不在乎你儿子，你咋不在乎你爸？我也在乎的什么我？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，好像我当时头痛得很厉害。啊，对了，那个，哎，你先去加油，一会儿送玲玲去疗养院。好的。这些都是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嗯。那天晚上的事情，你还和别人说过吗？没有，后来再也没有人问起过我。现在他们把鱼缸换成钢化玻璃了，以后就没事了吧？你来这儿干嘛？孟阿姨，我听说小阿姨出院了，我来看看她。你追来追去的，满世界的找玲玲，有事儿吗？我就是想看看她。是吗？那好，那你现在不是看到他了吗？他刚出院，身体很虚弱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他行吗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来，玲玲，来，乖，我们上楼休息去啊。来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一会儿有话要跟你说。来，上楼。我不会走的。我也有话要跟您说。阿欢呢？他有要紧的事出去一下，
马上就会回来了。你在屋里面待着，我有话要跟王冯购说。我跟冯购说过，钢化玻璃的鱼缸就杀不了人了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待在这儿，不要出来。听说你不止一次来找玲玲啊？是的，我想你也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要找她。找到答案了吗？找到了。能说给我听听吗？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吗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想你应该历历在目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说什么？孟阿姨，我想你能去自首，还死者一个公道，也不要再让小姨父代你受过了。你真是个孩子，玲玲的话你也信啊？你太异想天开了吧？哎，我说你是一个做律师的，你就这么办案呢？是王贝斗这么教你的吗？孟阿姨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案发当晚小阿姨到底在不在家？不在。那到底是不是傅小媛推倒了于锦绣，导致她死亡的？是的。你亲眼目睹的吗？亲的。你不用给我下套了，我早就说过了，那天我虽然在家，但是我醒过来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跟警察也这么说了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给于锦绣致命一击的真的不是你？你放肆！你，你有什么权利这样问我？看来你今天是不会说实话的。不过有人会再来找你，让你开口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怎么得罪你们母女俩了？啊，那个于锦绣明明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，弄得我们家疯的疯，坐牢的坐牢，你们还不肯善罢甘休呢？啊，还要替他翻案，现在枪口又对准了我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跟你母亲几十年的关系了，我抵不上一个第三者呢。你们做事做得太绝。不是我们做事绝，是有人想用弥天大谎掩盖事实真相。如果我不坚持，我不把它揭露出来的话，那对死者是一种不公，对法律更是一种亵渎。再见。孟元家出来的王粉扣，终于解决了几个月来无法完成的拼图。虽然宋玲玲的叙述断断续续，但王粉扣却相信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，因为这个结果是他久久揣测的，现在只是得到了证实。然而事实的残酷和结论的凶险，还是令王粉扣格外震惊。人吃饱了没事儿干。去哪儿了？老孟，你回来了。
你说也不是哪个缺德鬼捉弄我，说我们老房子动迁了，让我过去一趟，结果跑到那儿根本没这回事儿，我这两条腿都要跑断了。跑断两条腿活该，你猪脑子你啊！我人家来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骗走啊，家里出事儿你知不知道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玲玲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要塌下来了。志良，你是我，你赶紧过来，到我这儿来，你妈妈晕过去了，啊，你赶紧过来，好嘞，什么事？大成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，家里没人。老师出差去了。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你，我想好好的跟你谈一谈。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我能提供你要的证据，你还会拒绝跟我见面吗？好吧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你写的？是的。怎么还是这个事情？我跟你的话都白说了。大成阿姨，你先看看，看完再说行不行？我不想看。没有别的什么事，你先走吧。那好，要是你现在不看的话，明天一早我就交到检察院去。CT 片显示患者小脑中有海绵状血管瘤，患者的主诉应该有间歇的枕下痛，伴有呕吐、腹视等症状。这种脑瘤通常起源于中胚叶细胞的残余组织，是否良性还需要住院做进一步化验，一旦查出是恶性必须马上手术，否则会影响脊液循环，导致脑压升高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请先交押金16000。多少？16000元。16000？对。哎，阿姨，我不能用您的钱啊。那您用谁的钱？麻烦输一下密码。啊，好的。谢谢。
我真是没用，我妈病成这样，可我就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。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，这几天你就不用去上班了，在医院里面好好的陪陪你母亲。孟阿姨，我在心里面给您磕头了。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，啊！那我送送您吧。不用，我打出租车。照你这么说，是孟元杀了于锦绣，杀人动机是因为他自己挪用了2000万资金去飞龙集团。我这里面所有的分析和表述，都有旁证材料来佐证的。这是于锦绣的日记，这里面记录了2000万汇款去向的账号，可以作为孟元杀人动机的佐证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030复印的这笔资金的流向，可以证明这笔资金不是英资公司拨过去的，而是飞龙直接汇进宁小账户的。还有我那里面有小阿姨的目击证词，她亲口告诉我，他亲眼看见孟元杀死于锦绣的。当然他的证词可能不具备法律效力，至少公安机关可以作为一个侦查方向去收集新的证据。这些材料还有谁看过？林森林呢？我还没来得及给他看，我刚刚整理完就上您这儿来了。凤哥，这件事情太严重了，如果真是孟元干的，对我们英资集团来说就是一场八级地震，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在社会上，后果都难以设想。我知道，正因为事关重大，所以我们才不能随便猜测。说实话，我一直都不敢相信孟阿姨会和飞龙集团勾结起来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在南寇港前前后后遇到的怪事儿，为什么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飞龙的掌握之中？如果你身边没有无间道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对我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？是我太粗心了，好不，是我太自信了。我一直认为自己一言九鼎，没有人敢说个不字。你不是太自信了，你是太不信任人了。对对，凤哥，是阿姨错怪你了。大川阿姨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你怎么会相信我是那种贪图名利的人呢？从小我妈就告诉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最大的缰绳就是名和利，特别是我们当律师的，最要提防的也是名和利。可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就是不信任我呢？凤哥。凤哥，乖孩子，是阿姨错了，阿姨给你赔不是。你知道就好，你再也别冤枉我了。从小到大，我最怕的就是被人冤枉，特别是被我爱的人冤枉。现在是揪出内鬼，还于锦绣和小姨夫公道的时候了。您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报警。那您赶紧报警吧。这些材料得由你交给公安机关，核实和补充侦查都是他们的事情。我真是瞎了眼了。这不怪你，谁都不是神仙，怎么会想得到呢？冯寇，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，我们不知道飞龙那边会有什么动作，也不知道你司徒叔叔会怎样看待，还有在社会上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，这些真的都很难预测，所以你那边就到此为止。
千万不要外传，什么人也别告诉，包括林森林。好的，下面就等公安机关采取行动了。我们外面人瞎说一气，反倒容易打草惊蛇，影响办案。我知道了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粉扣，梦圆对你很记恨，他已经把你看作眼中钉了。这几天你一定要小心，没事就在家里待着，哪也别去。你放心吧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小心无大错。现在看来，梦圆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人都敢杀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？对了，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过两天吧。那你自己要留点神，有什么事马上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了。你这次真是帮了我大忙了，挖出了我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。高山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注意安全，再见。倘若到此为止，一切都功德圆满，以宋大川和王粉扣这种关系，他们彼此间的理解是不应质疑的。但命运中偏偏有各种各样的变数，使得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转换。连诗仙李白都要感慨：“朝如青丝，暮成雪。”东西在这儿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丫头挺厉害的啊，什么东西都整理出来了。知道里面是什么了？把英资公司的2000万汇入飞龙的账户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的。为什么？飞龙跟我提出的入股条件，恬不知耻！凭什么拿我们英资的钱去填你的私欲？你说对了一半，我只是暂时的挪用，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。2000万不是完璧归赵了？就为了你的象征性的举动，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断送在你的手里。财务部出纳于锦绣，因为揭发了你的违法行为，你居然亲手杀死了他。我别无选择，他不死我就得去坐牢。就为了得到飞龙的股份，你不惜牺牲我们几十年的友情，不惜毁掉英资，不惜杀害无辜梦圆。你这背后一刀也太狠了，我就算是被你扎死了，我也不会背人家的。当我听到你背叛了英资，做了飞龙的内鬼之后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吗？20年前，我们为了打开产品销路，我们不得不给街道生产办的那个贪官送了3万块钱。后来他案发坐牢，就把3万块钱给供出来了。警察来查证的时候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是你挺身而出跟他们说这件事情。是你瞒着我这个法人代表自己干的。当时的政策是1万块钱一年，你就为了我坐了整整3年的牢。我谢谢你还记得这些，但是你现在不是照样想到公安局去举报我吗？你要把我送上断头台吗？你干下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对英资都敢下这样的毒手，你还有脸活着吗？你还不该死吗？我是该死，所以我自己去自首。我死也轮不到你去举报我，我自己会去。去，去自首啊！你现在就去，去呀！
你还记得我们拿到的第一个订单吗？100个开关，那时候你做出来了以后，你是骑着助动车去送的。我记得那天雨特别大，你裹了很多的塑料布，但是一出去就出了车祸，你摔断了锁骨，还差点被汽车压死。我赶到急诊室的时候，你一个劲儿的撵我走，你说赶紧去送货，这是我们第一份订单，我们一定要守信誉，不然以后拿不到订单，姐妹们就会饿死。走到今天，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熬过来了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我就更不明白了。梦圆，过去你为了保护我，保护英姿，宁愿去坐牢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可是现在，你为了飞龙的几个臭钱，居然能够出卖英姿，在我背后扎刀子，为什么？梦圆，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我在等你们，我今天终于等到了，是你逼我的。事到如今，原来你也会血口喷人这一招。你还记得当初安武跟我们谈合作项目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态度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不够地道，什么狗屁美籍华人，要跟我们公司上3亿的项目，这不是要拿整个公司的家底做抵押吗？而且还要把这么大笔钱汇到远在天边的美国去，这不是明摆着凶多吉少吗？你听了没有？你没有，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老情人的弟弟，就为了这个，你就要私通飞龙，转走巨资，就要去杀人。但是我的预言怎么样呢？3亿呢，还不是被人骗走了？为了赌这个窟窿，还搭上了裴建安的一条命。你现在面对陆平军的眼睛，你心里不虚吗？我把2000万转到飞龙，是给我们英姿留下一丝血脉。你知道我怎么跟他们签协议的吗？占他们的股份5%，2000万只是在他们那走一下账、验一下资，最后还会还给我们英姿。但这么走一遭，我就成了他们的股东，他们一旦上市，我的名下有几个亿，反正几个亿，英姿就是掉到了悬崖下面，也可以拿这些钱去打捞他们。你要是把家全败光了，我孟元也会给公司抛下最后一个救生圈。所以，你就给他们通风报信，里应外合，坏我的事。大川，做事要凭良心。如果真要坏你的事情，那这个账本就不单单是美籍华人的猫腻。你说3亿给安姆在美国亏掉了，但是在检察院的眼里，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。他们可以说，那3亿安姆已经在给你美国存下了，说你内外勾结，侵吞国有资产。你说得清楚吗？金融诈骗3亿，外加裴建安的一条命，要是真的上了法庭，你还有活路吗？我们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，你死我死，你活我活。好了，我想你也都明白了，我们姐妹一场，我该说的也都说了，我要是真的上了路，我们还是清清楚楚、干干净净的好姐妹。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去自首。
不许你去自首，不许！什么？你把所有调查资料全部给宋大川了？对啊，不给他给谁啊？他可以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报警，他需要这些材料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在以后做事先跟我商量一下？怎么了？你慌什么呀？你死到临头了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别一惊一乍的。是有人死到临头了，可是不是我。对，是有人要死到临头了。哎，你想想，如果有人要死到临头了，他会做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，即将被淹死，哪怕一根稻草，他都会想尽办法去抓住他，尽管无济于事。这就是人为了求生，再疯狂、再愚蠢的事他都能做得出来。你是不是想说孟岩会狗急跳墙加害于我？还不笨啊？他能拿我怎么样？他要是单独一个人，他是不能拿你怎么样。关键现在不可能啊！你想2000万的案子，一条人命，他后面肯定有一群帮凶。况且我觉得，他有可能只是一个傀儡，元凶另有其人。你是不是想说，元凶是宋大川？这不可能。我真是觉得很危险，你让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啊，是你在英姿那些倒霉的日子，让你反应过度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就是因为那段经历，让我能看到你所看不到的那一面。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会不择手段。现在这个人有可能犯的是死罪，你想想，一个犯死罪的人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？只有你不说话，他们才会有活路。你不知道我昨晚把材料交给大川阿姨的时候，她有多激动。如果你在场亲眼看见的话，你就会相信她不可能加害于我。你听我说完，她那个表情是装不出来的，她还叮嘱我让我小心孟源呢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，我来说服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跟他们有直接接触的事情，全部交给我来办。你要替我挡子弹，我很感激。如果真的有子弹的话。不过那样的话，我成什么人了？你不要管你成什么人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就跟定你了。对了，这事儿王老师他还不知道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我又不相信小孩了，你把我想的也太没出息了。